欢迎收听《B B 之音》B， 应该讲国语啊。米妈提醒大米，还是讲国语好了。欢迎收听《米米之音》故事车环岛，大米载着米妈。今天故事车已经跑到了花莲县玉里镇，然后今天要拜访的故事车主角是彭静心，彭大哥。彭是蹦恰恰的彭，是这么蹦恰恰的彭没有三点水哦，没有三哦，彭大哥的彭是没有三点水的。静是镜子的静，心是复兴的心。彭静心大哥，其实这三个字在 Google 里面也可以，已经可以搜寻出一大篇，因为彭大哥是出国比赛铁冠军丢金牌等来的重道达人。彭大哥伫咧退伍了，后来伫电子业做两年，后来就回来玉里啊，接爸爸的做产的事业安尼，对不？安尼隔单已经几年啊？哦，已经32年了。三十二年啊，安尼你已经创下了故事车环岛做龙年会啊，年资上济啊。上一个进前是拄到做竞赛20年，今麦拄到32年，你现在看起来还阁较少年，那是较少年哦。这个我看到哦，我今麦是伫咧伊个米厂边啊，讲啊，彭大哥，米厂工厂，这叫做米厂工厂。对，阮这是安那坑米的位啊，拢是冷冻室啊。哦，所以我拢讲冷藏室啦，因为阮的米吼。拢是待于这个有冷冻的位啊，比人待较好啊。好，对啊。不过控制，不过大家唔好误会，就是大米伫咧迄个遮尼热的天气是坐伫冷冻室做凉，无我规身躯干一直滴一直滴，是因为这是一个，那我看起来是迄个仓库啦，算是仓库啦啊。嘿啊，做凉做凉的所在是好密度的所在。是。啊，比对比过了比人更加好，这都是为什么彭大哥的米会这么受欢迎？而且哦，车驶入来玉里要到你家的时阵，会看到这大的看板“天合一冠军米”，这是全台湾真有名的冠军米的品牌，是就是你的品牌嘛，“天合一”。天合一，啊，这个“天合一”这个名词，刚好迄当阵有安那特别较好。当初差不多10年前吼，迄人都已经决定讲要来卖米。啊，卖米吼，第一就是你要有品牌嘛，吼，咱的努力吼，才会使累积起来嘛，对不吼？品牌就是想讲，这个品牌第一你要有呼名利，你要跟人无共，吼。啊，迄当阵全台湾拢是啥物地上米、关山米吼，啥物西雷米啦吼，啥物拢是迄个米安尼哦。我想，我来好一个毋是米的这个品牌吼、哦。啊，佫想着讲，因为我的个性呢，就是较戆直啦吼。啊，认为讲做农这个代志吼，就是爱脚踏实地吼，爱、天地人这三个配合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就甲合作讲天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咧顺应大自然，吼、哦，咱咧顺天，吼、哦，虾米这块爱落种，你都爱落种，虾米这块你爱施肥，爱管理，你都一定爱照这个天，吼、哦，照大自然这个轮转，安尼来一直做。嗯，河就是咱土地要种的物件，稻禾，稻禾的河，就是咱的水稻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物件。啊，义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农夫的个性，哦，爱、哦、像迄、那个。哦，意识啊呢，那么坚贞执着，哦，你绝对袂使马马虎虎，哦，你对这个做不，虽然讲伊不要讲话，哦，伊敢那无头脑，但是呢，你对伊你嘛爱老老实实，哦，你一定袂使头壳减料，嗯，该好伊肥料，你得该好伊，该好伊偌济，你回偌济，该好伊虾米，回虾米安尼，哦，你有回食，伊才有互你食。你一定要照期间，你袂使清清菜菜、马马虎虎安尼。是哦，所以讲爱有这款的个性，咱来种作做一个农夫，啊，才较有成功的机会。所以我甲叫做天合玉啊。天合玉、哦，我太多啊！这个讲上紧，我就是123的一，不是玉里的玉，意思的意，玉里的，玉里的玉。对对，啊，因为吼、哦，阮都要开始要卖米遐吼，拢爱去外口摆搭嘛。拢爱去摆搭，啊，人拢会直直问足奇怪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的品牌奈何做天合意啊呢，吼，啊，因为摆搭大部分拢是我像阮太太，
啊，我都爱搬东创啥嘢啦，阮太太伫顾单啊，啊，伊去问家足烦的吼，伊就讲，啊，干脆啊，互伊去想到一个，伊讲，天下上好食的米，就是为玉粒。哦，这天合意安尼，尾仔伊就安尼，安尼安尼顺顺落安尼安尼讲，因为迄当阵嘛渐渐拢比赛拢有得奖啊，安尼。你安尼已经讲出几下，我最有兴趣想要知影，一个是你讲十年前家己要卖米，你当来做产已经三十二年啊、哦，是，你个十年前迄当阵是无同款的想法来想讲家己来卖啊？诶，买米吼是安那，你知啊？像那都是一寡亲戚朋友来我厝诶，伫食饭，吼、哦、啊，食完饭又拢乌鲁干来讲，哦，恁兜米足好食诶，吼、哦，哦，那样芳遐 Q 安尼，啊，我着常常想讲吼，啊，可能我请你食一顿吼，啊，你着客气甲包奖一下呢吼、啊，我着不太在意安尼啦吼、哦，啊，尾啊有一寡亲戚朋友吼，伊着讲，啊，无你会使买一寡互我无，吼、哦。安尼就是为这个情形之下吼，啊讲啊好啦，啊都哪卖哪做，哪卖哪做吼，啊我也都在变专业的一个卖米的。哦，进前拢要以前拢要是搞农会的啦。对，哎，进前啊一部嘛是因为我转来做农吼，嘛是随咱政府的农业政策吼，直直改变，我嘛对改变了。嗯，这个真有故事通讲嘞，你真够对政府直直改变，真够。诶，家己这个找生机，农民有很多家己这年也要找到，会当哎呀，那好好啊生存都来方式吼，遐真动是是真动脑筋对吧？我感觉这是天生自然的啦，哎、因为你为这个环境里来，你爱生长啊，你爱生存类，当然你爱动一寡脑筋啦，嘿，你袂使对这个。时事哈，时事对我们不利哈，你也跟着，你要想办法要突破。嗯哼，时事对我们不利，尤其黑公掉2000年，冯大哥，哎，两地公 WTO 的这个政策了后，哎、嗯，对农民的不利是大家拢一直到今嘛拢感受得到的。因为迄当阵哈。政府的政策也是要辅导工商界产品出口，所以伊要接受美国，也对咱的咱的迄个伊农业政策的迄个打压。嗯，因为足现实的，就是讲咱台湾逐年赚美国几啊百亿美金的顺差嘛，所以伊就逼咱讲，逐年爱甲买这个杂粮。咱即马一年差不多买800多万吨的杂粮嘛，台湾也是安尼，才这样。去年的记录过800多万吨。哦，啊，咱一年生产差无到120吨的米。哇，差太侪了。所以讲，在这情形之下呢，政府直直叫农民讲卖种，拜托你卖种，我给你一寡钱，吼、哦，较好心嘞吼、哦，你都乖乖听话吼、哦，你卖种安尼吼。哦，啊你若种哦，啊伊都爱交爱收公牛啊，哦啊收公牛，比收来伊嘛唔在变哪好啊，上尾啊都变臭腐米啊，都变饲料米啊吼，安尼嘿，啊所以讲对政府的这个农花基金吼、哦，这嘛是一个真大的负担嘛。嗯哼，啊那为什么彭大哥你会这样啊？这样啊有能力哦，讲真的啦，你。嘛，无伫咧观光，台湾家己的米拢已经互政府放弃啊！你阁偏偏要家种个遮尼好食、遮尼水，来得冠军、摕金牌啊！连这个狗狗食的米吼，我头拄啊听到咪妈一直咧问彭大哥讲：“哎呦，迄是啥物啊？那会遮尼芳？”彭大哥讲：“无啊，啊都伫要煮饭互狗仔食啦。”我想讲啥物？这只狗仔比变想好命起来，结果循着香味去找到。就是电锅煮出来的米，然后飘出来的米饭香，哦，做领导的小黑真正有够幸福。所以为什么啊？你嘛无放弃呢？三十几年来，拄到这个政策这么大的这种影响。对啦，以 WTO 的精神哦，就是讲吼、哦，你嘛会使出口啦，你不一定讲你接受进口，你嘛会使出口啊。对啊，就是讲起来是公平啦。公平嘿，你嘛会使出口啊。哦啊，所以讲，
咱台湾的店家，咱台湾的农民，会使讲我全世界安尼走向一个国家，咱台湾农民是上骨力的，上骨力啊嘛是上够变巧的。哦，啊当然政府的农业政策嘛，对这个农民嘛是足照顾的啦。哦，咱讲坦白啦吼，安尼之下呢，咱嘛会使出口啊。哦，啊你出口的条件就是你的品质要比人较好啊。哦，人家你肯定啊。哦，啊你人。那底下来得钱，才引出来，才家己买嘛。伊肯引出来，家己买安尼，啊你才会成功。所以讲，我对日本吼，我都直直认同讲，咱免惊讲人会进口，吼、哦，咱嘛通个出口啊，咱做较好咧啊，咱嘛通个出口安尼啊。嘿，所以讲，我直直都为这部分都开始伫努力啊。这是安怎努力？有法度饭会这么香，这么水？这样好吃，欸，咱就针对这个消费者的诉求啦，吼，咱的米吼，咱普通一般吼，讲好吃就是诶四个条件嘛，吼，第一，这个嘴还袂白加，这个嘴内底吼，咱的目睭先看到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金吼，哦，这个米煮起来，电锅内底，刚大家拢会徛到安尼，晶莹剔透安尼吼，但是片啊会片掉嘛，哦，片掉有这个。这个咱这个米的原来的米香，吼、哦，这个米的香味，对不吼、哦？第三就是讲，咱这个米呢，白咧咱的嘴内底，这个嘴子吼，安、哦、尼去摸到这个米哦，哎，迄个嫩吼，迄个柔软度吼，迄个安吼。第四吼，你搁用嘴去去夹夹咧吼，吼、哦，嘴去去夹剥咧安尼吼，啊会嫩 Q， 吼、哦、吼。哦啊啊 ，Q 有 Q 安尼哦，互你感觉足舒服安尼吼。啊，第五呢，你这个饭吼，饭若吞下了以后呢，伊个会回甘。啊，你达到这五点的要求吼，迄就是一个丢农夫吼，爱努力去拍拼，去完成安尼。啊，你若我都达到安尼，所以讲你的米就一定成功啊。我敢会当先中断访谈，先去北京碗饭。先甲黑高维先熬一碗来吃呢呀！先甲小黑去甲小黑偷饭吃啊！实在是哦，你看来到天和玉这个品牌公司家哦，比大连去帮比人较好命啊！小黑已经有一碗彭公公的饭啊！彭大哥，我真正唔捌予人迄个在那声甲这样呢特别，这讲到米。农民种米，爱当有符合这个标准，我第一个听到。是啦，迄是我对这个米吼，饭的这种要求啊，你家己自细汉自囡仔的时阵，应该都拢对爸爸种做菜了嘛。迄当阵啊，爸爸种出来的米，食的迄种。嘴的迄种感觉，你头拄讲的迄种一挂色香味，才会感受。家己做出来的米的时阵，你感觉迄敢有过什么演变，还是差别？顶届吼，因为家己无伫卖米吼，所以都较无注重这个米质，吼，啊都拢注重产量，吼。啊，咱这个雕琢这个物件，就是讲一好无两好。你若要求产量高，啊，这个米的品质都无多照顾。哦，我都国家讲，头头讲五个条件拢迄落啊，敢那讲吼，十全十美安尼。所以讲有一套无能够，你若爱求善良吼，啊，你的品质就会较差一寡。啊，你若爱求品质呢，伊的善良当然伊的拍折，伊无都遐管，因为这是咱栽培管理的过程吼，咱施肥啦，伊种种植物对咱的反应。哎，安尼。哦，安尼讲起来。你伫咧接爸爸的这农业、这事业的时阵，三十几年前啦，迄当阵其实嘛也未讲去想遮济啦，反正就是爸爸身体无介好啊，当阿个斗三工就对啊。是啊，一直斗斗做甲家己有成立一个品牌，都会追求讲，要安那个甲这个美颜做甲愈来拿好食、好看，佮会回甘安尼。都只只这些苛求，迄等于是迄要求的标准愈来愈严格呢。你敢会永远拢追求袂煞？你敢讲即卖佮有某一个点是感家己感觉讲，又佮会当突破的？有啊，有啥物？因为农业吼，参工业同款。你绝对袂使放弃研发、研究发展因为这个作物吼，嘛是同款，伊会衰退啦。
伊会衰退，伊一种品种吼，种久啊吼，伊完啊，伊的基因，因为咱即摆拢杂交品种嘛，伊的基因会衰退，会衰退，伊的都伊的米质量都会都会较歹安尼。啊，即摆咱台湾政府吼，伊改良场，逐年拢有新的品种出来，所以咱嘛完啊爱去摕转来，种看卖啊，看好适合咱即个土壤、即个气候无，啊，看够有较新的、够较好的出来无安尼。嗯、所以讲，咱即摆嘛是拢直直爱做研发，所以我讲啊，拢甲讲就讲哦，头家你敢那改良场呢？不管是拢为阿你做研究。是安尼哦，你家己会感觉讲，一直出现的这种新的品种啥，迄是迄种追求是好还是歹哈、当然是好的啦，因为咱讲这红来米吼，耕稻吼。整个地球的维度哦，我们是亚热带，是上热的维亚景嘛。哦，你我都爱达到这个品质是很困难的、啊。嗯，它是温带，日本、韩国啦，哈、哦，那些来种起来会很好吃，它的米质不太会改变。啊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因为都有跟其他的品种杂交，所以它会变异。嗯哼，所以说你不能自满。哎，你常常拢爱去注意，有啥物新的品种来哦、喔？好，咱来试情况买呀，安尼是。哎，那、是讲你的这种追求，甲过去爸爸那代，还有你的后一代嘛，当来接你的事业吧。这种恁的相共的所在是伫倒？啊，你感觉这三代就不同年代之间，诶，无共款的追求，又个是啥物？当然，我爸爸时代吼求量嘛吼，啊，我时代是求质嘛。啊，我后一代吼，可能是因为个人爱卖米吼，即头一个上重要问题就是满足客户的需要。嗯，你爱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嘛？哦，啊，消费者的诉求你一定爱听落去嘛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即个赚着人的钱啊。嗯哼。哦，啊，我相信第三代。这部分、哦、可能就是爱较努力的位啊、第三代，你感觉因较困难的所在，就是敢是行销，还是讲你讲的为爱去掠消费者的这部分？不是，我感觉我的后代这八零年后的囡仔吼，我是感觉勤劳度都较跟我们比起来是有较输一寡啦。勤劳度，嘿，啊，因为。可能经过大环境的改变啦、啊，你嘛作秀二字啊，顶个做龙闹这无泥无质哦，那讲啥物啥物五礼拜拜人了嘛，做甲工课做甲做甲忝才有休困啊，闹像即摆囡仔嘛是要求讲伊礼拜爱放假，即摆外观工嘛是拢有啊，拢照拜，拢系迄落，等到拜六礼拜咯，我同阮某老的伫过店。请问彭大哥，你的父亲在你回来务农、嗯，你们还相处多久？我现在也跟他住一起。哇，真赞耶。我太太去年才叫管政府表扬模范婆媳啊。哦。他跟我爸爸妈妈都住超过30年以上啊。好棒哦。这样爸爸应该是早就退休了哈，不过做菜、啊欸。不，伊我那弄伊了，弄。啊，那做菜人真正无退休的年纪对吧？对啊，所以讲，因的生活模式哈、哦，嘛是，阮这代爱有所改变的啦，因为，因无培养这个兴趣啦，无、哦、什么娱乐哈，伊、啊、就是目睭闭紧，就是爱去田里看看呢，伊讲遐哈。安尼比较是有较辛苦一寡啦。啊，不过那到彭大哥你这代，等于像你看起来就还很健壮。不过他都私底下开讲，你讲已经豆豆家己伫咧修啊，减少一寡工课量嘛吼、哦。为什么你感觉有必要伫这个时阵做这个条件？第一吼，咱啊时常伫做吼，比如讲这个大头你放无放好少年的吼，少年的伊袂进步啦。哦，这是我最大要放的原因，就是安尼啦。你时常按咧做吼，啊一挂工课啊，伊都无做的机会吼、哦。这会去影响着少年的啊，伊进步的空间啦。哦，啊，都明知来讲，伊即摆做会了吼，咱嘛爱放回去经验。安尼做都袂使哦，你嘛可以去试。是啊。无你
伊无无会失败吼，伊无都得到迄个经验啊。以后那母愈大胖都了愈多吼，所以都渐渐啊爱胖啊呢，渐渐。安尼你家己敢会吃点饼，看到是来手足上诶，就想要插手。哦，头发会哦，头发，头发弄个迄个啊，尾都。就是讲，这嘛是囡仔成长一个过程，嘛是我成长的过程啦。真正，我嘛是感觉讲，阮这代啊，哈，这三四年级的哈，我那嘛是该做爱改变啦。嗯。啊，嘛袂使丢丢讲，啊，明知咱的生活，咱的做法是对的吼，咱嘛袂使坚持啦。嗯。你若坚持了，我那参下一代吼，有会去冲突的。嘿，伊嘛歹做吼。没啦，这都我是讲那是哎、欸，因为这个阿公阿个爸爸拢是叫你达人，农业达人来讲，这个恭喜在一个地在咧接手，可能阿玲嘛是不离阿多。我爸爸即摆九十一岁，伊达刚过滴个鹅体面面啊！哈，真的哦，哦，安尼我真正够较同情那个彭大哥的小孩了，因为这爱学的太侪了嘛。是啊，所以因我头有讲过吼，顶一年啊吼，伊都无虾米娱乐，啊，伊的人生可能就是这个残垣，哦啊，难免就是有这款的行为造出来。嗯，像我啊，因为阮爸爸即摆身体个哦好好啊，伊有些会来缠唠唠咧，嘿嘿，对呀，一张皮啊，哦，对呀，一支草，等伊就加念。哎，啊，看到是一个皮啊，对，两公哎呀，那袂使，哎，缠哦。布料安尼，李残花想看，讲拍算的哈，你会使布较歪，你减布一抓去啊！哎、欸，彭大哥，安尼你是属于夹心饼这代上，因讲是上难为的呢。因安尼讲，介济人拢安尼讲啦，微网络嘛是时常嘛看到这款的文章啦吼。但是我甲想起来吼，可能拢同款啦，一代看一代吼，我看拢同款啦，嘛不一定讲。三四年级诶，这代都上辛苦。诶，网络是用滴讲什么？是不被孝顺的第一代，哦，是会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。欸、有这句话哦，听起来是有点点心酸酸的啦。嗯、对啊，但是我感觉这是这个家庭生活哈、哦，像阮农夫来讲哦，就是讲饲爸母吼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我才阮太太回来要回来做农业吼，因为我兄弟也较济，我兄弟姊妹有九个。哇！哎、欸，啊，我一个阿姐吼，啊，我过来读我呢吼，啊，算阮太太是大嫂。哎、欸，我跟他要求一句，我讲饲爸母，你把他当作狗囝。啊、摸计较小姐啊啦，阿哥啊，我通常去的呢吼。啊，结果这点，阮爸爸、阮太太做一百分。哇，不简单。做一百分，伊非常的贤惠啊，非常的友好。伊安尼计我三十几年安尼，伊唔捌对阮爸爸妈妈呢讲一个安尼较大声的，也是迄落安尼，因为拢唔捌真正。这点农村家庭来讲。一般这拢足可贵的哦，尤其那三代同堂啊，四代同堂，一当安呢，这样你顾的时间，啊，你讲兄弟姐妹那么多，你他都会顾的，应该我感觉真有力道，你把我当作狗仔来看。我是跟阮太太安尼讲啊。嗯，这伫农村文化哦。彭大哥，你伫看，咱台湾吼，其实是以农立国嘛，一定有即句话。啊，毋过农村文化，你家己像安尼，遮尼啊关心农业哦，遮尼侪年来，你嘛拢甲世界农民合作啥？像讲我对宜兰来，你甲赖清松大哥，你嘛拢真久的朋友啊。你家己对农村文化的体会，你感觉讲伫台湾无共款所在，敢有啥物特殊无共的所在？我是感觉吼，咱遐侪年来吼，受到这个美国的文化，吼，尤其这个饮食文化，吼，咱的食吼，食的迄个文化习惯吼，使咱的这个差不多六年级、七年级、八年级拢受真大的影响啦，吼，因为经过这个饮食文化的改变哦，会造成家庭文化的改变。嗯，哦，因为咱你看咱这鸡吼，这个
家庭的家庭的家哈，宝盖头，还顶管迄个啥，还烟当贡呢？还不是避雷针？哦，烟当贡，嘿，厝的烟当贡是爱有荤有煮饭诶，嘿，要有烟哈，要有烟哦，才会成一个家哈。得力，哎，啊，所以讲这个美国的这个素食文化哈，这个肯塔基汉堡啊，这边民间间哈。我是感觉对咱整个社会家庭也是迄个拢无介好，啊，即嘛渐渐有人有发现讲啊，安尼是无好诶，吼，啊是爱厝诶吼，那无都逐工煮，起码拜六礼拜吼，咱都煮一碗即个饭，吼，啊凝聚家人的向心力吼，啊大家人坐下来吼，啊食好啊食一顿饭安尼吼，我是感觉这足重要诶，嗯，啊所以讲外币我就是。我为宣传了，我冇这种诉求哦，凝聚家人的向心力，就是利用假日，因为即嘛刚上社会，大人大工拢足无闲的嘛，吼、哦，透早出门透，我们才有回来，啊，中头拢食外口吼，伊个呢，啊，利用拜六礼拜吼、是假日安尼吼，啊，煮一顿饭啊来好啊食一下。我家己安尼环岛已经特别接近尾声，然后对宜兰出发嘛，即卖已经到花莲，到了玉里家。一路以来，其实我到我妈妈拜访哦，拢主要以有机啦、友善耕作为主，即个农业，不管是菜还是水稻拢同款。啊，今仔日到了彭大哥家，其实是真正去了解米本身会当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的这种。了解的角度来看，我感觉虽然讲无必要去安怎标榜讲有机或者是友善耕作的玉里家，彭大哥其实你嘛是拢经过了了解玉里当地嘛是有真侪做有机农业，啊，你家己对有机的了解者，所以到最后你选择的是一种嘛是友善土地，只不过你搁较知影讲安怎去。建筑啊，好美的品质追求到上佳好的程度呢。是是，他那讲了讲，这个美要有发挥伊这个上好的条件出来吼。基本条件嘛是尽量爱用有机质的肥料哦，和这个土壤的这个地力啊，恢复它的地力。你想看嘛，咱祖国安尼祖先来利用这块土地，逐年安尼两冬，吼、哦、一冬。一家当拢拖万外斤的切啊出去安尼，会使讲这土壤有法度生产上好的物件，拢互你再造。嗯，啊，你到即马来，你阁无爱甲恢复，吼、哦，无爱甲补充，那有可能讲伊我都安尼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哦，所以讲我顶头讲咱这个，古早人讲的讲吼。郑州你无回家，伊就无和你家，哦，都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讲，他那讲，我哩形容讲，这个米爱哦，阿边啊，哦，遐好食，这个五个条件，基本条件就是有机质你要够啊，有机质要够，有机质要够的，你就不能一直用化肥。你化肥了爱减用，哦啊，杀草剂尽量拢卖用。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我有一个理念就是讲，咱这个土地是照咱大年啦，祖先留予咱吼，咱嘛是爱好好留予咱的子孙啊。咱袂使讲咱这代吼，都甲破坏掉，吼，都为了要取较侪利益吼，啊，都甲这个土地做烂啊，做歹去安尼。哎，应当咱来为了顶管安那搞，咱都安那搞后一代安尼。嗯嗯，我感受到。真正真感动诶，这种农人的精神，真单纯诶。啊，毋过嘛感觉会出来，你用家己以身作则，啊，要传哦后一代，豆豆啊嘛是会当继续哪里讲诶土地照咱用诶尔。是是是，嗯。啊，这个讲实在哦，节目最后我是想要吼彭大哥会当请你传授几叔叔啊，安怎锻炼身体，竟然有法度。做龙已经做三十几冬啊！哎，脚头乌嘛，互你用到用要嗨去，竟然还阁有遐多个挽回，而且即马开始你登百岳，台湾百岳你实在是，你安尼好我这个米妈，好阮母啊，情何以堪？伊一支脚骨，米妈，你今日甲彭大哥请教一下，这个人嘛是无应该安尼，脚到底变哪个？伊不开刀哦。
我先来讲吼，拄只咱当下伫讲吼，这个当代留予咱，啊，咱今麦买留下代这个田土地土质吼。我听过就是讲，咱这个土唔好歹去，就是你拄只讲的讲，咱迄个歹肥无紧增加，啊，咱歹肥无增加，啊，咱就是了冰作。你若唔是冰作，你就是土爱有。爱有翻这吼，这我简单来提供一寡，咱大概人就是讲互相来参考来了吼。我的脚头吼，差不多六年前吼，我去全身身体检查吼，这个医生讲啊，你这个脚应该倒嘞，滴安尼滴看下脚头讲啊，你这个脚头滴滴落啊吼，啊时常会去关掉安尼吼，脚头都已经讲会使讲迄个软骨吼都已经拢磨掉安尼嘿。伊讲你只爱开刀啦，吼、哦！我就问伊讲，阿当边阿奶奶，你讲啊，你只都爱开刀？伊佫问我讲，啊，你是要换肺啊，是换 stainless 的，吼、哦，换白体啊，安尼吼。啊，我叫问恁搞的，讲阿当，其实讲当边阿都吼。啊，尾仔我就转来，因为迄个身体检查是为台北嘛，啊，转来叫你的病院吼，啊，问医生讲，哎、啊，你即马逐工过来做工啊？啊，上简单就是吼。哦注玻尿酸啦、啊，哦，跟他灌牛油落去哈，灌嘿，不哩是，啊，我就照安尼一年都灌一届安尼，都、就是伊一个疗程是注三支落安尼，啊，当年注一届安尼，注一届了啊，安尼都较好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三年前我听一个朋友讲吼，伊讲哎啊你，咱爱和咱的身体自然恢复。伊个机能，吼、哦，不一定就是一定爱开刀，爱创啥呢？伊讲怕带之前介好，怕带之前介好呢。我听你讲吼，我就讲啊，好啦，这个西北尊外北医吼，啊都伊安尼讲啊，咱个不爱开刀安尼吼，我就只逐工早起四点外就起来，啊五点就去准时怕带之前安尼。哦，初初的怕吼，遐我差不多半年。走路拢爱磨壁呢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脚头拢肿起来，拢迄个拢酸痛呢吼。因为老师都直直讲，痛则通啊，哦，这个这不痛则不通啊呢啊，哦，伊讲这是一个过程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叫我都那会疼，咱都卖苦下对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吼迄个安尼。啊，我刚刚安尼拍三年来，我脚头啥愈来愈用。今年我到今年四月吼，就是讲来试看嘛，这脚头是到啥物程度？有朋友讲要去爬这个北大武山安尼吼，迄嘛是百岳之一啦吼。我就对应去，叫去，转来发现讲，这脚骨不哩听话哦，骨无加哀哦。讲笑，啊，尾我就是讲，那安尼。既然怕太极拳对咱的身体吼、有遐帮助，安尼继续拍咧安尼。啊，我嘛讲下一个员工，哎，75岁以前吼、我来拍白叶安尼吼，来呵呵立一个志在呢。彭大哥，所以你白叶已经征服几座了？顶个少年有都开爬山啦吼，卖算我即马嘛是今年才开始爬尔啦。是，今年才爬。啊，所以你75岁之前要甲白叶。这个全部征服完毕，今麦有个欠规则。我都南部这被差不多啊，被几个啊年，不，我都今年开始算，咱下年白拢无算嘛。哇，你个个滴标准定这关拢要个定白的对啊，拢爱定来啊呢。我钦佩你，米妈妈非常钦佩，尤其是钦佩你的脚头，钦佩你的米，你的米唔是真正讲啊，这个食的人。人客要求爱食安尼，你真正都照迄个步数来做，你是要个手忙伫你的心肝头来做，这才是你的人格做到高。谢谢你啦，谢谢明妈，谢谢彭大哥，谢谢。